寿命长久不可称计，表阿弥陀佛究竟法身。究竟就是圆满的法身。三际一如，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一个样子，没有一点变化。这个道理我们懂了。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有生有灭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。所以它有变化，它有衰老，有生死。到极乐世界呢，完全转八识成四智了。凡圣同居土里头，待业往生的人，阿弥陀佛本愿力加持他。不知不觉地自然转过来了。就像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这个信息，说2012就是今年冬至，就是12月21日。信息上说，地球从3度空间转变成5度空间，转变过程当中是自然的，有一种力量，这能量将我们人体细胞组织产生变化。转变之后的身体就是这个4度或者是5度空间，身体是半透明的，里面的原子排列都重新来过。转变过去之后，感觉到身体很轻。不感觉到有压力。自然健康。大概饮食不像我们现在的饮食。会有一些新的东西，从来没见过的东西，这些植物，因为植物通通都改变了，整个地球都重新改变了，有这么一说，是真是假，到时候我们就看到了。它转变过程呢，大概要1个星期到10天，当中有3天。是在零度空间。零度是什么都没有。在这个3天，我们的记忆还一片空白。什么事情过去的都想不起来。也不会想未来的。所以人在一种昏沉状况之下。好像动物在冬眠，有3天3夜，完全看不到光明。什么原因呢？听说是地球它自转没有了，不转了，不转
对着太阳那一面呢，就是三天白天；背着太阳的这一面呢，是三天的黑夜。啊，地球地心还转，地壳不转。啊，但三天之后，这个地壳跟着地心又一起转动。啊，转动开始很缓慢，啊，这个天呢，慢慢的亮起来，啊，好像有一天的时间吧，就像早晨一样，啊，有光了，看不到太阳，啊。再过两三天之后，就看到太阳阳光了，慢慢恢复正常。啊，是有这种现象。啊，但是这三天日子不好过，对着太阳那边非常炎热，就是温度很高。啊，大概到40-50度。背着太阳的时候，这三天夜晚呢，大概最晚的啊，这个第二天、第三天呢，温度可能到-30度，啊，会很冷，啊，所以信息里叫我们要准备啊，保暖。啊，最好的时候都能在一起，在一个房间。啊，大家挤在一个房间。啊，保持着温暖。啊，饮食不需要了，不想吃东西。但是水需要，最重要的是水。啊，有饮水就够了。人一个星期不吃东西，没问题，不会饿死的，啊，一定要睡。啊，给我们带来这么个信息。啊，信息里头还有告诉我们，啊，不必去找什么避难的地方。因为整个地球在改变，你能够留下来就留下来了，不能留下来了，那就继续搞轮回，还是在三度空间里面搞轮回。啊，所以要求我们要跟地球频率要相同，啊，频率加快了。那具体怎么做法呢？啊，具体他跟我说的很清楚，心量要脱开，啊，要把自己的爱心找出来，爱是真心，啊，这个自私力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把真心找出来，心量要脱开。要能包容，要能爱别人，啊，爱一切万物，心量越大越好，所以跟地球它能相应。啊，劝我们素食，啊，素食，第三个。劝我们在这个几天镇静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啊，不紧不步，啊，跟着地球一起转变，啊，他人会死很多，啊，什么原因多半吓死了，因为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经验，啊，突然遇到这个。
走向黑暗，怕是永远黑暗，不是的。黑暗的时候，七天会恢复正常。真正的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是三天，三天三夜。大概连电灯、电池都失效了。所以要有这个准备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们学佛的同学知道啊，念佛比什么都好啊，佛光普照。任何不同维次空间的佛光都照啊，佛光没有障碍啊，所以一心称念好，尤其是前面欧耶大师教给我们，一切为己啊，我们只想到我还能活多久，一个星期。我的一个星期要怎么做法，不就清楚了吗？真念佛了，一个星期没走，再一个星期，永远就定在一个星期。好，你就会勇猛精进。不要再想的时候，我还能活多久？这个时间没有意思。保留下来的人，很多语言就讲羡慕死去的人，那就是 说明保留的时候活受罪啊。但是这个信息告诉我，灾难之后的世界，地球是非常美好的世界。我们把它看作对我们一种鼓舞勉励。我们还是认真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大事啊。我们相信佛在经上说的，相信近代科学家的报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这么说，科学家报告也是这么说。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从心想生的，所以心想的力量太大了。这些信息里面告诉我们，希望把所有负面的，就是不善的这种念头，通通放下。一定要有啊正面的念头。我们今天完全想阿弥陀佛，正面负面就善不善通通放下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想无量寿经，只想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头是无比的殊胜。读经想经中的境界，读经就变成很要紧了。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个两三遍，为什么？你能够记住。我只想经，我只念佛。没有其他的妄念。这个好，三机一如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一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故
寿命无量啊。在佛法里头学到第一桩好事情，知道人没有生死啊，生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会跟着地球产生变化，顺其自然，我们的神识依旧住在这个身体上，没有离开它。啊，不要被惊吓，啊，吓得什么？吓得灵魂出窍，身体、灵魂跟身体离开。啊，离开之后，你再能不能回得来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啊，给一些现象，我们都应该晓得。啊，不离开这个身体可以，一定要随顺空间维持的变化，要随顺啊，随顺就一切听其自然，没有自己的意思啊，没有自己想怎样怎样，没有，听其自然。啊，心里头专念阿弥陀佛，这现在就要干了。时日不多，养成习惯。啊，到时候不紧不迫。啊，我们努力念佛，求佛菩萨慈悲化解这个灾难。也许这些信息啊，就不是真的啊，也可能呢，这一桩事情延后了，延后10年，延后20年，不定啊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确实能延后。